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怡，我是阿喜。约会第一眼看对方哪里？约会第一眼我看眼睛。眼睛？那互看对方眼睛三秒钟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哇！他有丢情绪哎！我在看你的睫毛。瞬间变成冠军台。约会的时候会试探你是大优点是什么吗？我很重视孝顺。哦，我很重视礼貌。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就如果说他跟你一起去吃饭，然后他餐厅一直这样，服务员，不行哎。约会的对象有四个选题，第一个有体臭，第二个太露，第三个谎报年龄，第四个开黄腔，哪个最不能接受呢？体臭，谎报年龄吧，干嘛谎报啊？必要吗？我不知道什么状况会谎报年龄。维持年轻的方法就是谎报年龄。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选体臭，因为我觉得味道对我来说太重要。因为鼻子是开放性的，你不可能不呼吸。对。偷摸嘞。如果对方好看的话，那不就不是这样吧？就是我觉得自然的碰触可以，但是如果太奇怪的，就是明明没有怎么样，突然我们两个在那边看一下电影，然后我手就放在腿上这样。太奇怪了。这个太多了。如果可以重选约会对象的话，你会选谁？好难哦。阿喜，那我就选你吧。我只是想到他，可以是不是？我觉得阿喜是一个会约会会很开心的对象，因为他真的会一直找话聊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对象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了，走吧。